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独行于星间的旅人创造了一个世界，那个世界的管理者们把他奉为神明，决定为他修建一座雕像。呀，你想要听这个故事吗？那么就由他们来为你讲述吧。应该从哪里开始建造呢？首先要赋予他性格，让看到这座雕像的人一下就能联想到背后的故事。神秘的小 V 可是有千种装扮的，要对不知道的人保密哦。这些听起来是不错，但可别忘了最重要的。没错，他可是弗洛斯的守护神，当然要很厉害很厉害才行。独行者，与我同行。限制解除。我营造出一种反差感嘛，就那时候你跟他好好聊着聊着，一言不合从背后钻出一个巨大的机甲，然后后来在制作的过程中嘛，就反馈不够大，然后我们就将渡行者又加大了十倍，对目标区域进行火力孵蛋轰炸。别生气啊！哼，障碍消除。这引导渡行者对目标重拳出击，从物理意义上粉碎、摧毁一切看到的敌人。等威塔展开模式，全知的羽翼将撕裂天阙。该动真格了，他会用一场盛大手性命的终结。哇，
此时的维塔姐，世间的一切都逃不出她的掌握。和星星一同落入被遗忘的世界吧。只有结合了所有的这些，才是真正的他呀。故事就到这里了。你说想看我新写的内容，暂时保密，可不要偷看哦。